中清南道的基隆市，你们一定没听过，没关系，我在来之前我也没有听过这里。这里有点像是韩国的乡下地方，你们看，我们现在已经在市区了，可是街道大概长这个样子。这一趟算是我自己的私人行程，我们会在这边办一个中文的学习营，不只是学中文，然后我们还会介绍台湾，还有做台湾的食物给他们吃。其实我去年就有来过，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拍啦，但我上次结束之后就有很多感动，然后也很想要把我这个私人行程和你们分享。好，我们一起来，一二三，안녕하세요저는예린우입니다。我们现在在练习，等一下要去路上，我们会在路上发湿纸巾，邀请他们来教会，因为大家来的也都不太会韩文，所以我们当时十倍就把这一串全部背起来，然后看到在路上看到人就讲。这个湿纸巾是我们要发给路人的礼物，所以祝我们好运吧。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저희는대만에서대학생입니다참사랑교회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11시이시간있어요이번주우리한국에있습니다그래요네네반갑습니다예수님은당신을사랑하십니다네감사합니다餐时间，那这边都是还蛮传统的韩国式的定时，就是我们有点那个排骨汤啊什么的。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像这样子，一直在发福音单张，非常的单纯，但也非常累。然后我们现在是第三趟，就是都在日正当中，现在大概下午3:30左右吧。就是再继续发下一轮。这边是基隆市这边的假日市集，就很多老奶奶啊，还会来这边摆青菜、摆摊。然后要不是因为有这个市集，不然平常路上没什么人。안녕하세요。大部分的人都会一直往前走，然后大概30%左右的人会认真停下来听我们在讲什么。现在真的超红珍珠奶茶，对，在韩国这边的乡下也有这样的珍珠奶茶店，然后在日本我也一直看到，就是高中生什么的手上都会拿一杯。不晓得你们看到这个市集有没有觉得跟台湾很像的感觉？因为像这样子很阳春，就真的是在路边摆摊，然后有生鲜蔬果的市集，我觉得现在在首尔也非常难得看到，因为大部分都已经是有规模或者是场地化，而不是像这样在路边。BTS 金啊 ，BTS 金呢？金才生的，金多的小菜大餐。哦，然后这个好特别哦，这个大酱汤。청년분이시고요，해주시고좋은만남주셔서감사합니다，고맙습니다。韩国的真正的葱煎饼长这样，台湾的那种韩式煎饼都把它改良的比较厚啊。哦，对对，然后它这个真正的，他们这边是很薄的。자들만준비했는데조금더딱딱해졌어요点心，就是我们带来的点心，里面会有的泡菜。
还有西瓜。炸酱吧，对，挺切的。越南有品尝，蛮好吃的。我们现在吃完之后，现在要去带他们中文话剧，还有唱诗歌的活动，然后待会还会做蛋饼，还有糖葫芦。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就有听牧师讲，这边很多小朋友其实是父母白天的时候都不在，都在工作，然后隔代教养，或者是常常白天家里根本没有人，所以他们就把教会建在这边，让家长或者是阿公阿嬷可以把小孩子送来这里。小朋友在看我在干嘛，都是辛苦了哦。우와근데근데잠깐만지금채채린이니하오니하오니하오안녕니하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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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찍고있는거예요네유짱오로이거이름뭐예요유彩민야이거유彩민와이거너무어려워요이거너무유彩민现在在彩排，我在这边用这个，所以我的那个照相离得有点远。昨天整个录到没电，可是晚上大概就是我们整个下午的成果发表会。因为也才一个下午，所以也不期待说他们一下子就可以学会中文啊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在那边陪伴他们和他们一起玩的时间。然后因为我当天马上就有发一则 IG， 就是这一篇在讲说我的私人行程在干嘛这样，然后就有一位爱讲问说，哎，我们这一群人语言都不太通，那我们要怎么跟他们沟通。那我这边想要说啊，就是以我自己之前在日本留学的经验，我真的真的觉得沟通不是只靠语言，是靠心。嗯，我们想要叫他们做什么，或者是想要传达的东西，一定可以用肢体语言，或者是搭配其他图，我们有准备一些大字报啊、图卡来传达，不一定一定要语言才能沟通。我真的觉得在哪个地方都是这样。